大家好，你哋好啊，我系 Kim， 香港相见共融网络嘅总干事，亦都系马龙长跑队嘅创办人。我想介绍下自己俾大家认识一下。我出世嘅时候，两眼都精灵睇到噶，点知喺六岁嘅时候咧，做咗功课就熄个灯咁睇唔到啦。到十三岁喺盲外里边一个意外咧，就完全失明。我细个时候咧，其实喺狮子山脚度大嘅，黄大仙区嘅莫区贫民窟里边长大，非常贫穷。咁啊，去到深沟盲校里边睇唔到啦，我谂住自己好绝望。点知读书，又发生咗对读书有兴趣，跟有机会去到圣保罗书院读书，仲要系第一个校长推荐都系咧，第一个盲人喺1986年会考电脑科添。跟住我1988年就 Form 7毕业。就好似其他朋友咁樣同我講，盲人啊，一般嚟講都係做志願生啦，做按摩師啫咁。我都以為自己係咁樣，應該都係好適合自己啲工作，又可以咁樣終身職業嚟噶啦。咁啊，人生就好奇妙嘅。我遇咗啲好奇妙嘅旅程。咁咧就到我31歲嘅時候，我就放棄咗電話查詢嘅工作，就去浸會大學讀社工。1998年。就畢業，我轉眼間畢咗業之後20多年，做咗20多年社工咯，創辦咗相見共網絡。喺呢個過程裏面，我仲有機會從事咗好多資訊科技嘅項目嘅研發同研究同開發添，都幾充實。我想我夠總結下人生咁樣講，雖然我失去視力，但我冇失去到視野，甚至可以咁講，只要你唔放棄好多嘢。你是想象不到生命劇本絕對是可以重寫的，還要很有趣。我生命的旅程其中一件事，我估不到自己可以創辦了香港第一隊盲人高爾夫球隊，在2006年的時候創辦了，亦都是創辦了馬龍長跑隊，亦都是在2011年的時候相見盲人觀星相見營首屆的相見營，我是籌委會主席。好多嘢，仲好多故事想同大家分享。如果你间公司想我听我嘅讲个故事，去激励你嘅同事，或者从事教育工作嘅学校老师、校长想揾我，或者我嘅马龙队嘅相见朋友佢哋嘅生命故事，你可以联络我嘅同事 Winky 27719666 27719666，希望。我哋嘅故事能够激励到你，请你相信，无论你今日咩情况，你想活得更好，活得更充实同有意义同精彩，系可以做得到嘅。